Hello，我是 John。今天呢，为大家介绍这个《Little Nightmare》，小小的梦魇呐。这个第一章我已经过了，只是我没有录起来，所以呢，我就重新再录一次喽。那其实我很少玩恐怖游戏啊，那么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先选择第一章吧。他这个故事呢，在描述那个小朋友啊，然后他要逃出这个恶魔的手掌心啊。等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前面有雾茫茫一片啊，是有谁要出现了吗？到底是什么？一个人呢？毛毛的。等等。他该不会要转过来吧？不要啊！哦，哇，做了噩梦啊！哇，我居然在手提箱里面哎，是别人丢弃的手提箱吗？啊，我是一个穿黄衣服的小朋友啊。哦，他可以拿东西来丢哎。哦，然后他还有打火机。OK，我们快步走啊！把什么东西撞倒？这可以过去吗？这边有个小洞哎。啊，这一关呢、啊、有三个，有一些雕像，还有那个小精灵要救啊。我先把它拉开。然后穿过这个暗暗的通道，哇，也够狭窄的。这里好脏哦！哦，跳下来了，是我的错觉吗？我总觉得那个木头是可以弹簧的咯。先快步跑出去哦！哦，哇，好多好大的铁链哦！哇，这游戏很像那个 Inside 有没有？早期的 Inside，它这边有一个，这里原本是有一个雕像，要把它摔破。它好像是它的其中一个东西之一吧。呀，我刚才好像在滑垒，他冲刺之后再按蹲下滑垒，好像蛮有趣的。让我看看这个可不可以跳，端端端。等下，这边为什么会有灯在照啊？月光吗？啊，这月光。爬出去。哦，床，等下，上面有个人在上吊了，他脚好长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椅子应该有用啊，我先把它推到旁边去哦。打开了，打开了，太好了。哦，这什么东西？脏脏的啊，这里好脏哦。哇，这冰箱有个人手印哎，打开看看。咦，有人啊？诶，这边有个洞哎，这边有个小精灵，就是打开冰箱会跑出来，然后他会在这边啊，可是我怎么没有看到他？哦，还是我解过就没有了。还有这个地方是储存点，就你点燃它之后，它就会之后就会在这边出现了。好，我们先出去喽，从这边爬上去。这边有个，哇，有一双鞋子在里面哎，怎么会有人放鞋子在里面呢？这是冰箱啊。
哎呀，有东西下来了，好恶哦，那什么啊？怪物吗？哎呦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电梯耶！呀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，是点灯的地方啊，记录的地方。冲啊！这有东西吗？看起来是没有。啊，我被关起来了，糟糕！这个呢，推不出，不能推。那应该可以拔。哦，哇，那木头好重哦。哎，小精灵哎，要去哪里啊？等我一下，我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是没有。我掉下去了。哇，好脏哦，这里。天哪，这好脏哦。啊，有怪物，有怪物，怪物，怪物啊！快走，快走！哎呦，哎呀，哦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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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看到你了，你不要跑，慢慢走啊，看起来好可怕，随时都会掉下去。喂，超暗的，这什么？啊，这样子打开，哦，感觉也要来冲啊！喂，冲啊！哇嘞，哇，差一点卡到头啊！这什么？打开，哦，小精灵要走啊！哇嘞！哦，掉下来了！哦，超级大的地方啊！那是什么？哇塞！他的眼睛被遮住了。那什么呢？这好像灰姑娘的头发哦。哇，这爬出去了耶！穿过去了，哇！到了，这是浴室啊，感觉好脏啊。等等等等，前面那个门看起来有电呢、啊，上面那个线，这个门后面好像有东西耶。我先把这个门推开。啊，这个啦。好。有那个时钟的声音啊，代表说它有时效限制的。我们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哦，好险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哦，如果没有出来的话，可能又再一次了。继续往前跑，冲啊！哎呦，这是哪里啊？哎，那个眼睛，哦，被它照到，可能就会变石化了吧，像旁边的小朋友一样。哦，太好了，过了过了，快过快过！等一下，这里应该可以点燃吧？对嘛？上去，上面有路哎，我看一下可以到哪边啊？
这里我还没有来，没有去过。哎，真的耶，有一个门。啊，找到了，就是它，把它摔起来，拿起来丢。哦，那什么，有点像小精灵的东西耶。上面有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我踩脏了他的床啊！耶，踩脏了耶，耶，好，我们出去喽。哎呦，撞到墙壁了！哎呦。这关糟糕，又是这关，先躲起来。又是刚才那个蒙住眼睛的怪物啊！哎呦，干嘛？他好像看不见哎，那该不会是用闻的吧？趁这个时候快跑！好险没有被他听到我的跑步的声音啊，不然就会被他抓住哦。我发现开灯的话比较可怕，不开灯比较不可怕，可这样又看不太到我在干什么啊。哦耶，过了过了过了。啊，肚子的，是怎样？肚子痛吗？惨了，需要找个厕所拉一下。跳，跳，跳，肚子痛，怎么样？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肚子痛啊？啊，看到食物了，原来是他肚子饿。老兄，赏我一口饭吃吧。老兄，求求您了。给我饭吃！啊，到底什么肉啊？吃啊，管它什么肉！我为什么吃东西还会闪灯啊？要变身了吗？谢谢老兄，再见喽！哦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是洗澡的地方哎，水龙头在滴水。哦，哇，又到一个需要爬的地方啊，前面的门看起来过不去啊。哎呦，好可怕！哎，马里奥，爬上爬下的，惊险的来了，冲啊！爬上去，接下来呢，准备要跳过去了，先拉开，冲啊！嘿，哦，好险，好险，爬上去，然后跳过去。
耶，过了过了过了。拿这个。冲啊！呀，关灯了，关灯了，太好了。啊，可以穿过去了，至少不会被电到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踢下去。然后这边有个小精灵，哎，把它救出来。哎，啊，我已经救过它了啦。安全着陆，哦，哎呦，糟糕，啊，冲啊冲啊冲啊，编造。这可以上去吗？不行，这里过不去。我被石化了。啊，重生点出来嘞！赶快过来，赶快过来！好，跟着他走。冲啊！好险，好险！过了，过了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！上来！哎，过了，过了！哇，看他掉下去！哦，掉下去了！耶！快跑，快跑！跟着小精灵一起跑，冲啊！好，第一张监狱逃出来了。那如果你喜欢看这一类的影片的话呢，请在下方留言给我哦。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哦。